大家好啊，中国的这个社保、医保、养老是吧？社保、医老、医社保、医保和养老都出问题了啊。用一句歇后语叫“罗锅上山前紧”，罗锅上山前紧。社保医嘱费9月1号以后取消了，以后再也领不到医嘱费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人去世了可以领到4笔费用：第一笔个人账户理赔费，第二丧葬费，第三抚恤金，第四遗嘱费。第一个人账户退款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交费的40%部分，连本带息退回；第二个丧葬补助金，9月1号以后人去世的，就是2个月的本省人均可支配收入。第三，抚恤金就跟你的工龄挂钩了。打个比方，15年工龄的可以领到9个月，其他工龄的，大家看我之前视频，我已经详细讲过了。关键性的就是遗嘱费，9月1号之前人去世的都有遗嘱费，就是死者本人、他的配偶或者父母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，就是女性超过50，男性超过60岁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可以领到遗嘱费，或者是家里边有未成年子女。以及正在上大学的学生，都可以按照当地的低保标准，每个月领到几百块钱的生活补助。打个比方，说这老头人没了，家里剩个老太太，这老太太还没有工资，所以说每个月给她一笔遗嘱费，一个月几百块钱。那么9月1号以后开始，遗嘱费就没有了。如果说这家老头9月1号以后人没的，他家老太太没有工资，啥也没有，也没有遗嘱费了，就只能自己顾自己了。那么以前领过遗嘱费的不会被取消，以前遗嘱费都是年年涨工资的，从今往后遗嘱费不涨工资了，就这些钱，你一直到你没了就这点钱了，再也不涨了。所以有大量的夫妻两口子只给一个人交社保，合计哪怕其中这一个交社保的人没了，还能给配偶留点遗嘱费，那这回遗嘱费都给你掐了。所以说我再次提醒那些傻女人们。两口子必须俩人都有社保，你可不能省吃俭用给你家老爷们儿交社保，完自己啥也没交。这回你家老爷们儿要是提前没了，你连遗嘱费都给你取消了，啥你也没有了。我看你孤儿寡母的，到时候咋整啊？所以两口子俩人必须交社保，这回谁也指不上谁了，遗嘱费取消了，散会。他说什么傻老娘们儿，哎，中国人就是韭菜呗。你要在西方国家，你取消这个，在议会里的讨论，中国就没有这些，想给你就给你，不想给你就不给你。